从《陈情令》里面那个清冷帅气的蓝忘机，让人觉得他身为男演员，却有着出水芙蓉一般的清新脱俗、男香暗服，再到有匪里面的足智多谋、伶牙俐齿、重情重义的谢允，不仅为他精湛的演技和多变的英姿叹服。他是抖音王子，他是时尚潮服穿搭明星，他是执着的赛车手，他更是载歌载舞的灵魂人物。他的成功从少年时候就已经注定，因为他不懈地超出常人的努力。王一博的成功因为拼搏精神，所以一出道就是注定的。他的成功激励着年轻一代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勇往直前，不放弃。追星其实追的是奋斗不息的热爱梦想的精神。